第一次演唱会有多少人，我这边记住对了，能够在大家身边非常的荣幸，而且今天带来的现场真的令我有福，因为有开一场民歌演唱会，在小巨蛋，在其他的场所都要买票，对不对？今天有买票进场的是我们家，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你们这个演唱会有两楼、三楼，对不对？二楼有没有朋友？三楼有没有朋友？有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准备好的话，来欢迎接下来的这一位，他才刚刚完成他时光的祝福的演唱会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马上要两场，唱歌给大家听，再跟一位新人接。
新彩排，所以我今天听到乐队改编之后，哇，好兴奋哦！我再来看男主角的表情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很想唱一个歌再结上去，但是我想要先唱一首歌歌新词给你，叫什么歌？是我妈妈写的，我妈妈去年是新婚，所以我就
然后呢，及时的告诉他听，所以我就在新的环境当中，我很快的一个希望的这个机会，让你们在选择，然后也祝福他，也让妈妈开心。我觉得妈妈在心中非常非常喜悦，因为是一个选择的机遇。太早了。妈妈有说过，妈妈是一个选择。一位是张志伟，第二位是李元达。